我是瞒着我父母过来的，因为我比较害怕他们担心吧，因为我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一直都以为我在家。我来到这里基本工作就是对方舱内消杀，大约是背着50斤左右的喷雾剂，每天需要加3次药液，每天走上万步，一出来就是浑身湿透了。我来到这里大约有半个月左右了，大约瘦了5、6斤。我就感觉大家都在努力，然后一起战胜这个疫情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关键，都希望疫情早日退去，男性加油。